華拉提，我就係個人。你以為射波遠嘅，唔係唔打唔遠，當我中意喎，開始啲人大水，你都咩講？馬高亞新思路。身形佔優啊！八萬啦，個波而家喺恩迪克卡拉斯高度，禁區裏邊唔夠人啦，你應該等埋隊友入去先啊嘛！比斯呢次有機會啊！我覺得佢拖得太慢，搞到對手都壓曬埋嚟。如果佢早翻少少俾隊友咧，就有機會。個波而家喺基斯文度。呢腳直線一下趟穿曬，咦個波出嚟啦！巴蘭特喺右邊啊，立到個波啦！而家可以點做？咦，解除危機啦！朗拿度傳波唔夠準啊！比斯呢一球俾得麻麻地啫噃，嗱呢個波俾得唔係好夠力啊，咁啊所以對手咧好易啊可以截到。馬高亞新思路，馬德里攞到個罰球啦。加比爾哲西斯完全怕同人碰撞嘅。壓到上去咯噃，有冇機會入波啊？仲繼續推緊啊，到底會點咧？嗱，呢個進攻啊走位靚，後防球員咧亦都守得好啊，受惠嘅咧就係觀眾啦，又好波睇。卡拉斯高一個靚波，被對方炒我到了，迪積比爾薛迪比，這個直線靚啊，球正推低犯規啊，擋了球波，看他眼神不多高興，不知發生什麼事了，對手後防睇得好清楚啦，睇嚟比波要比得準啲先得。斯朗打到，帶到個波上去啦，有冇機會咧？嚟到埋門嗰下啦，呢個長傳上前場，白蘭特吊高個波。亞新思路，迪積比爾薛迪比出腳搶翻個波，朗拿度俾人捉到越位啊！哇！呢個直線咧冇人估得到啊，不過旁證啊睇得好清楚，原來越位。俾啲壓力佢，睇下攞唔攞到個波先。華美倫。到底邊個會攞到呢個波咧？加比爾哲西斯俾人做咗犯規啦！我諗佢就唔可以話之前冇俾人嚴重咁警告過咯。我諗佢而家咧都會少少心心噶啦，因為仲有段時間要踢嘅，球證實會睇實佢。曼切斯特喺中場咧截曬啲波，
波出咗界，界外球啊！华美伦试下转方向啦。好，我哋嚟到半场嘅休息时间。踢完上半场之后，我谂两队喺更衣室里面啊，俾教练闹下啦，都可能要谂下有咩方法咧可以入波噶啦。努力啲啦，两队都系差些少运啫。嗱，今场嘅埋门都唔少啊，不过咧个比数都系冇喐过，都仲系零比零。两队开始下半场。想看到入波的觀眾咧，應該都好失望嘅啦。睇下呢兩隊下半場咧，可唔可以踢得有活力啲啦？李博斯好快咁向前傳，哇！呢啲就叫拋華啦。基利安麥巴比搞拉弓，落面搞得好，守門員表現好好啊！哇，跳得一流啊！呢個波反應夠快先可以做到啊！开到近嗰、那个，马切斯特又攞到个球，远传嚟噶。向前傳出，加比爾哲西斯，浪高個波，吊高個波，加比爾哲西斯起腳射門，可以解圍啊！脚波传咗去对面边线，阿沙特反应好快啊！呢球波扑得好，阿沙特谂住有机会啦，啊龙门啊阻住晒喎，解围成功。上去，麦文特，迪罗斯，美斯，喂，餐屎啊！仲差些少啊！呢个波咧，其实射波都唔系话唔得嘅，不过射成咁，或者同佢解围一样。哇！全部观众都一齐讲咗一个字喎，向右翼传出。泰奥云浪高呢个波，几啱位，真系好好啊！泰奥云整脚直线，试下压埋去啦，佢就应该有好啲嘅选择嘅。不过我哋喺侧边睇啦吓，落场踢咧有两个时间，八万八。一个长传上前场，华美伦好痛球，接走啲球波啦。韦刀呢球波挡得好啊，白兰特
薩特，個波飛咗出嚟，邊度會追到先？截咗啲球波啦！防守球員真係好夠警覺性啊！呢球波擋得好啊！好，而家一個傳球，掂唔掂啦？解圍做得唔錯，佢哋好想去到射正範圍，但係就唔成功啦。輕輕瞄嗰個波。位腳直線，基利安麥巴比個波傳咗入去啦！喂，禁區裏邊冇人嘅話，你點斬入去都冇用嘅。派個位向前傳出，李斯高空傳球，傳埋去中路，基斯文埋門入波啦！呢個入波嘅時間咧，真係 perfect。基斯文搞掂咗個籠啊，一流啊！呢、這個波好似入緊咁嘅嚇，完全好似知道咧龍會點喐。馬德里打破僵局，而家能夠領先咧，就因為努力咗大半場啦。啊，唔知可唔可以捱到尾啦？射門啦！嗱喺呢個時候咧，壓多啲人上去咧都啱嘅，因為嘗試咧想追平啊嘛，後衞都要冒險啦。呢、這個時候咧唔可以咁保守噶啦，係時候咧擁多啲人去前邊攻啦。大爾夫好夠警覺性啊！呢一次進攻就到此為止啦。傳個波入嚟，成隊波都好有信心噶，又大把體力。不過呢個波咧控唔住咧，爭啲又危機。李斯直接長傳，迪羅斯哇！我諗佢哋都嚇親死啊！呢個波點解唔入咧？就即係我都唔知。不過總之就冇入到啦嚇。再一個機會啊！一個踢走呢個波，呢球波過唔到啦。菲斯迪力特，最後嘅雞聲響起，馬德里憑住唯一一個入波贏波，無論過程係點啦，總之結果先係最重要，贏就係贏啦，比數係1-0。Keyman， 頭先場波咧，你點睇啊？我最欣賞嘅呢隊波咧，就係夠曬團結啊！你睇下佢哋咧一齊去防守，結果咧零失球啊，真係抵讚。又係時候講拜拜，多謝曬 Keyman 同我哋分析講解呢一場波啊！真係開心啊，同你合作，家謙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 would like to inform you that CCTV